原标题，珍妃及瑾妃的亲侄女唐石霞女士讲述，溥仪生母瓜尔佳氏，自杀内情。唐石霞女士是珍妃及瑾妃的亲侄女，是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皇妃文秀的亲密朋友，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，爱新觉罗溥杰的原配夫人。在其生前唯一的口述作品《我眼中的末代皇帝》中，唐石霞女士讲述了溥仪生母自杀的内情，节选如下。我再追溯一下姑姑们的成长历程，这得从我的祖父长绪公因大不敬入罪郁郁寡欢辞世之后说起。当年祖父去世后，家务重担，当然就落在了祖母身上。